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52集。今天的话呢，给各位分享的这一款骸蜘蛛鬼骨骸嘛，应该还是念骸啊。这是铁工厂的一款日系风格的玩具，致敬了变形金刚万代神风这个人物的配色。那先前的话呢，有给大家分享过它的第一款基础模具，这个是骨蜘蛛鬼。就是骸蜘蛛鬼，那我要提一下这款玩具的话呢，当时我的系友上的确实都太多，导致于它有一些零件呢变得比较松。之后呢，我反而还要用快杆去给它加强，但是不小心发生一些悲剧，所以这一款玩具的一些结构已经被我弄坏了啊。那具体来说呢，像是它这个人物有一个球形关节，我直接把它给弄碎了啊。然后脚的话呢，也有一边啊，这个地方我要加固的时候呢。真的是不小心，喷太多，导致于说这个整个关节已经碾死，最后我只好把它，牺牲掉它的一个，因为它已经裂开了啊，变成人形的话呢，是各种的不方便，那我就干脆呢就把它变成一个蜘蛛的 spider mode 的蜘蛛的一个形态啊，那索性呢还能够有一个蜘蛛的形态给大家做这一期的对比，那么这一次的骸蜘蛛鬼的话呢，多了上面的这一个。一个可以串接2把武器的这个部件，待会在人形的时候给各位做一个展示，以及它的甲胄的部分呢，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先前的骨蜘蛛鬼，这个肩部的甲胄，这里是圆弧形的，但是这一款骸蜘蛛鬼，它是一个方形，其他就是配色的不同了啊。那么这一款的话呢，脸部的话呢是一个铁灰色，以及身上有紫。还有一些深青色的配色，感觉的话呢更加阴沉，更加的恐怖。那么眼睛的话呢有很好的透光性啊，如果你从后面打光正确的话呢，眼珠子的话呢，深色的机体配上血红色发亮的眼睛是非常好看的。那玩具的结构，如果你握住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是完全不会松动的啊，整个一体性算是非常的好。关节的松紧程度的话呢，比先前的这款骨蜘蛛鬼。出拿到之后呢，我要各种的上西游来相比的话呢，这一次是好上非常的多。那你喜欢哪一款这个配色，完全是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那么这一款的话，感觉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一个武士风格，这一款就有一些机械的感觉了。那它的武器的话呢，这把短刀或长刀啊，都可以插在上面，你也可以插在后面，但是会跟这个棋子的话呢，会有一些小小的干涉。人形的话，不对，蜘蛛形态的话呢。武器其实是没有安插的一个说明书没有特别讲怎么放啊，这是我自己要自己去做一个摆放的，这样子，你看，造型真的是非常的帅气，好看，没得挑剔啊。然后它的这个甲胄啊，这个尖刺啊，也是跟原本的骨蜘蛛鬼有一些不同的，那它是可以变成是一个坦克的一个形态，这坦克形态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把这个脚呢给收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把它给推进去到这里，那么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它的前肢呢，没有固定啊，前肢是没有固定的，就只能放下来，到这边啊，完全是靠着这两个球形关节的一个紧实度来做一个存放。然后后肢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地方给放下去，这里也是一样啊，推进去，把它给放下去啊。那么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在这个地方凸根啊，我们试着把它给扣进去。那你可能要瞄准一下，因为有点暗啊，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对一下，把它给扣上去，然后它的身上这个玩具所附带的配件啊什么的，在人形跟这个坦克形态下呢，都是有一个存放的位置的。那这个前方啊，由于前方是没有办法固定，以及这里有一个凸啊，它是可以往上扣进去的。这里的话呢，我们就试着把它完全给推进去。然后这个人形的头啊，你要转哪个方向，我觉得影响不大，影响不大，往上推一点。这样一来会比较好看一些，可以摆平，这样就行了。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tank mode，所谓的一个坦克形态，对吧？这个裙甲稍微调整一下。那底部是没有附带轮子了，没有附带轮子，你姑且，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日本战国时代这个战场上出现的什么什么什么黑科技的兵器吧，帅气指数还是非常高的。这个坦克，这个炮可以上下动一下。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些啊协助我们固定住身上部件的部分呢给拿下来。这一块部件是靠两个肩甲去做协助，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进去的，我们把它给拿下来了。那这个我就顺便展示一下好了，它就是可以存放两把刀，不对，它应该是有一侧比较深啊，对，这负责长刀，然后这是短刀，这样子。OK，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个御天敌的一个双头剑，在这里有一张卫生纸，卫生纸吧，就是很容易出现的啊。好，这个暂时先把它放到旁边。我本来以为是不是有个刀架可以给我们放啊，其实并没有。然后这个两个肩甲协助刚刚那个补剑，两个手臂呢则是握住这把火绳枪，火枪或叫火绳枪，我们把它往两侧打开，这一侧就可以取出这一把，这个涂装也是非常精美的这把火枪啊，还蛮不赖的。但是我觉得以火枪的话还是原色版啊，这个金色的这个部件感觉比较有一点有比较有 feel 啊。后面的话呢，这里可以啊，两个裙甲这里可以先打开，然后我们再接着打开这里，这个两腿中间啊有一个这个旗帜的这个造型，不过这个旗帜是硬的啊，并不是软的。好，这个那我们的这些配件就全部拿下来了啊。我们先把这个脚的话呢给小心的给拉出来，拉开这块部件，它是做一个小腿后方的这个盖板扶住我们啊，不要让造型走光的。然后把这个脚掌的话呢打回原地啊，这个球形关节比较容易脱落啊，因为这个关节是比较偏紧的，有时候球形关节撑不住就会掉下来。然后旋转180度，以及外摆内收也是转180度啊，这个看了就知道了，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啊。这里是一样的，脚整个把它给拉出来，然后这地方往下推一样啊，这个地方球形关节还是有可能脱落啊，因为这一处的关节比较偏紧。那因为上次吸油上太多啊，导致于没想到放一段时间之后玩具一个非常偏松的状态，我一去修复就又把它给修坏了啊，我不想再发生那种事情了，所以这一次这个玩具的话呢，我就不打算呢再给它上吸油了。这个地方翻折过来，足部的话呢到这里已经算 OK 了。然后上半身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两手臂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给往下放一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先把这一个鬼头的下巴这里啊，上脸跟下巴中间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凸，这个紫色的凸要扣进这个红色透明件里头，有一个凹啊，这个地方是要把它给扣进去的。拔出来之后的话呢，这里还有一个长长的凸在这边啊，有时候会扣进去，有时候没扣进去啊。如果不管有没有扣进去，这个时候都必须把它给拔出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反折上来，好，到这边。OK，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它的一个头部啊，在这个地方，头部的话在这里，我们这个地方头跟这个鬼头中间这里是有一处的一个关节，有个铆钉打来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头啊跟这个鬼头这样子打一个90度上来，然后呢旋转这个部件，不对，我们先把这个人形的头啊转180度，你可以不转也可以完成变形，但是我是习惯把它转一下。转上去之后呢，方便我们这样转。我们刚不转的时候，这个头上这个冠啊会碰到这个肩甲啊，纯粹只是要闪那个肩甲而已，并没有什么啊特别的目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边就是人形的前方了，然后两个这个原本坦克的这个前面的部分呢，就透过这个转轴关节把它转到身体的后方去。好，然后呢，我们这个胳膊的话呢，应该是胳膊要先上来到这边。好，胳膊先推上来，这边转下来，胳膊上来，这个这里有一个转折的关节，这个关节转折是在坦克状态下呢协助我们把脸给遮起来而已，然后这样套下来。 OK， 最后才是把这个肩膀哦不对后面呢这个两个部件推到后方。那这两个部件的中间的话呢有个洞，这个洞的话呢就怎么样呢，我们又需要用到这一块这个旗子了。这个旗子真的是好用啊，它在坦克形态下跟人形状态下呢都是一个造型跟组合的一个功能呢，它两个都兼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后方这个地方这里调整一下人形的一个 pose。 手部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它等于是一个转折关节加上一个球关，这个头啊把它往后推一点点，裙甲透过这个地方那个摆折到前方来。然后这块部件的话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好的，我们这一款派
蜘蛛鬼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不晓得各位会觉得他的人形好看，还是他的武士形态好看？我觉得两者都非常的好看。那么他的一个武士形态下呢，我们可以发现呢，他的一个兵器的话呢，除了拿在手上之外，它的后方呢是有个孔洞的啊，你可以安插，两把武器都安插在后面，枪的话呢也可以安插在腰的后方，所以它是一个算是特种兵吧啊，远战近战什么武器都能够使用的。然后这一次多附带的这一个配件的话呢，你要握在这种剑指的这个兵器啊，不对，手型也是可以的啊，这样子也是能够轻松的握上。那或者你要换成是这个啊拳头型的也是可以，但是拳头型的话呢，安插的话呢，第一次的话呢，嘟进去的话呢，要稍微用一点力啊，才能够完全的把它给扣上去。那如果是这个形态下的话呢，这个拳头的替换很简单啊，只需要扭一下就下来，它这个拳头是有一点软胶的一个感觉的，这样子取下来，把它给扣上去。那么兵器的话呢，我们可以试着啊，这个长刀拿下来，顺体压，长刀跟短刀的话呢，也是可以扣在这个侧边。啊，所以他身上所配备的武器行头啊，都是非常非常够分量的。这个短刀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把它给拿下来。它这个拳头替换是很安全的，这个软胶部件不用担心会去损坏。那我们可以给它换上一个这个有点帅气的一个张开的一个手掌。它一共有四种手型吧啊，四种手型。这个拳头，哦不对，手掌张开。那我们这个武器的话呢，我们可以试着啊，还有一个。长短边吧，你插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地方插下去，这里也是一样。OK 啊，其实是没有长短边的，完全一样。好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形成了一把双头刃吧。那我们因为这个手部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摆成如此这般啊。如果你要让它做出一个像是这个电影第三集啊，这个御天至尊呢、啊、要一刀这个捅死这个 OP 的这个。画面呢也是完全能够做得出来的啊！这一次所附带的配件呢，让这个模具呢变得更加的有趣了啊！那整个配色也非常的不赖，关节的松紧度呢也比之前的骨蜘蛛鬼好上非常的多，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